这地面呢，今天老五和慧我们两个刚刚打理完，但是还没有拖，都先休息吧啊！等一下把地面打理完，都陪你们来玩一会儿，先休息，露西去，快点，躺在那个床上和雪儿还有小白。这只哈利呢，老五也不知道什么性格哈，他有时候也有一点小调皮，但是有时候又有一点胆小那种感觉。所以说老五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也是有那么一点担心。团团你走开吧，让他自己玩，我看他怎么玩，让他自己玩。团团，团团，你跟金棍玩吧，大的跟大的玩，小的跟小的玩。但是他有一方面特别好哈，他不挑食，他不管什么东西，你看吃的肥嘟嘟的。哈利都躲开啊，然后也给你们拖地啊。今天老五为什么把这几只金巴放在这个上面呢？老五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首先呢，老五清粉什么不用担心啊，老五看着呢。再说了，这些猫哈都比较听话。今天老五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呢？就是这些金巴啦，它们长得很特殊，有时候老五拍视频，老五真的很担心，就是特别害怕，害怕出现问题。就窝在上面玩吧啊，给粉丝们看一下，这上面还凉快。是不是前天冲生凉不凉快啊？草莓玩玩凉不凉快啊？你们下面这些猫哈都要乖啊，等一下拖完了给你们吃零食好不好？今天早上老五去我们当地一个宠物店呢，去给猫哈子买零食，但是他那个零食哈不是很多了，所以说今天老五买的也不是很多，到改天的话呢老五会多买一点。不过是这样子的，不多是不多，今天的话还是够吃的，懂了吧啊，团团？哎，你们几个也有，你吃不吃啊，瑞瑞？啊，草莓吃我知道，你还那个流口水了哈，你吃不吃啊，玩玩？吃不吃？照顾这些金巴说实话真的不容易哦。如果单独这几只金巴的话还好照顾一点，关键是还有这些毛孩和他们在一起，所以说我们在照顾的时候辛苦一点，细心一点啊，就 OK 了。来福，等一下吃零食不要转圈啊，听见没？大柴吃不吃啊？还有棉花，乐乐往这看，你吃不吃啊，元元宝？还有多多。其实这只小德牧呢，它肯定是性格问题吧。老五发现每一次在喂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是狗粮还是零食，它都吃特别好。就像这小德牧，大黄睡觉了，茉莉也睡觉了。娘娘，你看壮壮，你看壮壮，你看那个眼睛，壮壮。这个零食呢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还是那句老话。老五也会关注，如果哪一只真的没有吃到，视频拍完老五会单独会喂的。快点，都往前走啊，走得慢就没了。快点，大黄，快点，往前走。艾迪，都快点。好好吃啊，聪聪啊！聪聪吃完了吗？聪聪啊，吃这么快、啊？给辣椒一个，给辣椒一个，给瑞一个。你吃啥了？加快吃啊！给玩玩了没有？加油玩玩，快吃，吃完再给你一个啊，你们等一下啊，都有啊，香不香？吃完了吗？草莓的，加油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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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了，不吃了啊，开开心就可以了。加油来福！好了好了，一盆零食很快，几分钟给你们干完了，吃完就不吃了啊。好了，吃完了不吃了，到下次再吃啊。这个只是开心而已，最主要的我们还要吃饭，不吃饭不行啊。好了，你们玩吧啊，不开心了吗？不开心了吗，爷爷？好了，你们玩吧啊。你们几个也不吃了，也吃了不少了，不吃了啊！草莓好像有点不乐意啊，不满意哦。这东西吃多了真的也不好啊，草莓。你看，冲冲。好了啊，大家散会吧，散会吧，解散吧，各找各的小伙伴啊，睡觉的睡觉，玩的玩。散会吧，贝贝还有乐乐，去吧。你找谁啊？你找牛牛。